这是一个雕塑，看到了吗？ Faces of Freedom， 为了自由而战的人们，为自由而战的人们， Faces 是一张一张的面孔， of Freedom 就是为了这个，就是纪念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烈士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到1918，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 The World War II，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 Korean War 韩战，这个是 Vietnam War 越战，这个是冷战的 Cold War， 这个是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Only the deathHave seen the end of the world。 太阳大，这是在这个101上的一个叫大学城，就是 SLO St. Louis Obispo。 这个小城镇呢还是挺有特色的，有很多很多大学生，还有一些商店呀，一些年轻人很玩的东西。这个景点最有趣了，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我要不说的话能不能猜出来，这全都是 bubble gum 口香糖，这就是所谓的 bubble gum alley， 就是整个那一个巷子全都是那个口香糖粘起来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艺术品啊，还有一些，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在旁边有个 home depot， 它居然可以停 RV， 看到了吗？